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英伟腾的售后工程师张鹏，我身后是本届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雪如意。在雪如意的一侧是超过100米高的带有弧形轨道的斜形电梯，电梯轨道依三体走势而建，坡度最缓处有 22.56 度，最陡处高达 39.56 度。为了保障轿厢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平稳运行，电梯采用了英伟腾 GD800 系列变频器和 EC300 电梯控制系统及伺服驱动系统。报答检测正常。低温情况下减速开关动作正常。低温情况下开关门正常。电梯无故障记录。雪如意项目的成功运行，实现了传统文化与中国制造的强强结合，百年历史与现代科技的同台发展，助力北京冬奥会在国际舞台上秀出风采。北京冬奥会加油，中国加油！